阿伯，阿你跟阿妈在做啥？啊？无啊，阿妈跟我讲啥？无。诶，对啦，阮只是欢喜讲你平安无代志啦。校长，是讲哦，这个廖萌最近要学超过，敢真正安尼就帮伊耍，一定要让伊教死呢。阿伯，伊学袂乖啦。这我当然嘛知影，处罚咯，都讲是事后弥补啦。上主要就是要解决问题，安尼青年才会继续受到伤害。遐是要解决啥问题啦？啊，不过就是两个学生啊，聊较结啦。啊，伊若有啥物唔对，你就甲警告一下，叫伊以后莫咧乌白来啊，乌白舞着我啊。无，我认为哦，这已经不是单纯的恶作剧啊。刚刚你拢无收过，是安怎？廖萌子还佮许世伟一直交对恁啊？可能是阮甲其他同学无共款，无要参因做一做无迄套，因实在袂爽。阿伯，我安尼讲你莫生气哦。我是有咧想啊，因为你是校长，因会认为讲我因为你的关系伫学校不加护威，所以才一直针对我。哦，啊，是哪会哪哪安尼啊？安尼岂不得人好？无啦，阿妈。这是我家己要的啦。敢有其他的原因是你无收到的？进前伫咧宿舍，因走去咧房间学白抄，廖萌子嘛是讲，伊是替郭月月因找物件。即个出代志，伊的理由嘛是咧找物件。我嘛唔知影伊是咧找啥物物件呢？应该是凊彩编一个理由啦。反正因就是想要欺负人啊。无唔对。廖萌子佮许世伟，真正足好欺负人。若毋是因为我食过因的羹，我真正毋敢相信这世界上竟然有这么恶质的囡仔。所以，恁拢要较注意。即个只是好运，若无晴天、志汉，甚至是你，可能会出代志的。毋是有一句话咧讲，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，这恁应该拢读过吼。有啊，意思就是讲性命宝贵，有才情有钱的人哦，无必要甲盗贼拼性命死去，为寡代志爱相拼。无唔对，恁拢是千金之子，一定要好好保护家己，千万唔当让廖萌子还佮许世伟去伤害到恁。老君啊，恭喜你当去好好做校长啊！安尼真好啊！咦，你是知影讲吼，东俊的能力足好诶，所以今年甲你留掉诶。多谢爸妈。倒位跋倒，倒位位倒位爬起来啊！是我无才调啦，这边伫东俊开记者会，最后说不甲虚礼咧，等到互你诶冤屈，搁较洗袂清啊！文俊，我对你感觉真亏欠，无就让你搁转去做校长。哎，文俊姐啊，代志拢过去啊，你嘛无需要感觉亏欠啊。至少你有尽全力跟我斗相共啊，出钱搁出力，我嘛无啥物通怨叹的。哇，而且水果安尼看咧，足青的咧，敢有买哈？妈，我来讲哦，我老头厝哦，别行卖讲，场面上好做，安尼才有面子。所以你放心，这水果真青，而且青到有春呢。爸妈，多谢恁准备这么澎湃的暗顿啦。我甲夜宵拢足感动的，不过你嘛知影，之前我做校长的时阵无偌久就去人救了，即马是无简单重新倒转去。即届啊，我都要较谨慎的，所以我是要较早转去，好好实习一下后背状况。多谢爸妈的招待，
这一路来啦，是在着急啥？挂话要讲。东俊啊，这来啦，恁着人把话要讲。这啦。今仔日找你回来吃饭，一方面是要庆祝董俊阁回去学校做校长，另外一方面是我有重要的代志要甲恁参详。江门爸，是啥物歹消化的代志？吃饭时阵袂当讲，一定要等到这个时阵才讲。当年，我甲永兴集团的股份。我你三兄妹啊，每一人百分之五。你现在想讲这啊？刚刚，爸，你是要叫伊阿姐把这个五趴的股份提出来，有啥物拍算是？单凭啥物对付永兴集团是公开的事实。伊为着要引导永兴甲罗家，伊是不择手段出后步。假使讲咱来一日等伊。一摆过一摆打击，归去，咱直接主动反击。陈忠信的手已经透过超声计划存入永信集团啦，咱袂当让伊话安尼继续做大，啊，若无以后会真麻烦的。马刚是一世人拢无想要看到王文金，啊，不过为着打击陈忠信。竟然把过去的文化放下，联手合作，为着爸的过去的冤仇人，都会当做到安尼。发觉董俊特别饮食的时阵，伊煞会当放手唔管。那安尼，恁拍算要安怎用我百分之五的股份啊？简单来讲啦，就是要把陈忠信的黑石头股连滚甲办起来啦。为着要达成这个目标。大概就要把所有的资金拢集中起来。那是我甲你妈妈、恁大兄、恁小妹，甚至是恁黄金集啊、酒头的股份，咱拢就要提起银行做抵押，交出现金。永兴集团这么大间的公司，我一点啊小小的百分之五的股份，应该无什么帮助啊。难道所有钱？拢投入去光耀汽车，还佫有造证计划。你妈讲了无唔对啦，最近永兴集团较困难啦，才需要大家做伙来斗相共。我反对。是安怎？董俊啊，是创啥？哎，股份是阿姐，也不是你的啊！你敢出什么声啦？妈，我的意思跟董俊同款，我反对。你这番什么意思嘛？就是讲你无赞成爸爸的做法，你嘛都要把理由讲清楚啊！爸，我告诉你也是卖命，若无今后你知影原因了，恐吓我都接受。咱是一家人呢，咱无徛做伙。哪要单独先头一个分化，绝对是恁。啊，不过头一个甲董俊斗三工的人叫做陈忠信，伊的时阵恁在倒啊？不是啦，阿姐，你哪安尼讲啊？陈忠信会安尼做，绝对无存好心的。你别记，我知影以前哪会变到安尼啦。你知道原因哦？啊，是什么原因啊？我嘛唔知要安怎甲你解释。阿姐心事有关系，
跟雅姐先生有关的，雅姐是咱生是咱查某囝，也先生有啥物问题啊？你是在讲啥啦？老婆，你较冷静吼。姐啊，你嘛减讲两句啊！你即马愈讲，这回雅姐愈来愈激动啦。你若真心疼小玉，就莫阁减啥好无啦？ 我真是看袂落啊啦，阿姐啊，唔通安尼啦，就算讲恁黄金节啊已经离开恁爸身躯边啊，啊，搁靠咱讲伊嘛是时大，你唔对讲话遐尔无礼貌啦，啊！煞煞气啊啦，伊这么心情无好啊啦。是啦，啥物事煞煞气，啊，对就是对，唔对就是唔对嘛。 到底是安怎啊？妈从来毋捌看过你遐刺激个呢，哦啊！我感觉你即马，你即马甲恁黄金姐咧讲话迄态度，就敢若是一个不受家的查某囝，你甲老爸应出应出共款，你毋是即款人啊！阿妈，你敢袂当袂讲我甲伊个代志？伊只不过是甲我生落来的人。 我这世人永远无可能是你，是我爸爸。你来几撮？ 有代志必处理。这已经知影，阿姐是你的查某囝。你若讲出来呀，那你也是要。 雅姐阿祖，雅姐有今仔日，拢是你造成的。无彩，无彩，我敢当做兄弟呢？你竟然笑死我的太太，你哪会这么卑鄙啦？我对大小姐感情是世间上单纯、上无私的，不是你讲的。你讲啥？你卖欺骗大小姐，是我唔对。 是我唔对，是我无讲最好，对大小姐的感情是我做出某些大的代志是我唔对，你莫怪伊，你咪错，你找我错好啊！我当然要找你讨啦，表面上你顶我，私底下你糟蹋阮某，你根本就是未见上的下面多鬼。 我承认，阿对不起大小姐，对不起杨姐，杨哥，你想无做个讲话，迄时阵你做啥？你为着回馈，一家都无要顾啊！我逐天看着大小姐跪着，你咧艰苦，你心痛，我毋过着急咧，安尼甲你苦苦拢无效。后来为了要让你回头，我想尽办法，毋但是拜甲你骂。 跟你讲，啊，你共款，嘛是这么不好啊！就算是安尼啦，你着到对付边做一款代志，你有够可恶的，你，你共款啦！那是一个因果，那是一个我了想不会改的因果，就像像你共款，你爱着回馈，你嘛无得控制啊！ 我嘛无得控制，做出我这世人上该后悔的代志。